我们建立在它上面给的这个 R power 4减10 power R square 加9等于0来做 B 的情况之下，那我这一个它就会变成 R power 2的 power 2，这个 R power 4呢其实是那一个 R power 2的 power 2，然后过后它变成 R power 2减1 R power 2减9，所以 R power 2减1等于0 R power 2等于1 R power 2减9等于0 R power 2等于9，所以 R 会等于加减1 R 等于加减3，加1减1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拿，因为GP 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是1也不可以是减1 OK。然后过后 R 等于加减3的时候呢，那个 R 等于减3我也 rejected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那个 number of car 不可以是 negative OK， 所以 R 等于3 OK。 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买2秒，所以就是说我 A 等于2，然后接着他就6，那 R 等于3嘛，就 A 等于 2 R 等于3，然后 6 month 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他找他的那一个 S6 2 3 6 减 1 然后3减 1 728， 他买了728两，然后每两7.5块，所以他728再乘以7.5块，然后他拿到 IM5460 OK。 在这一边呢，这一个部分的那个 R power 4减10 R square 加9等于0，有些学生他可能做不到，所以你可以这样的一种想法， let x 等于 R square， 所以他就有 x square 减 10x 加9等于0，然后你就有可以开挂弧 x 然后199减减这样的一种方式，然后你就有 x 等于 1 然后 x 等于 9，然后就 R square 等于 1 R square 等于 9， 然后这个我 rejected， 然后我的 R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9等于加减 3， 然后我再 reject 那个 R 等于减 3， 所以我的 R 等于 3 这样 OK。 这个是比较长的一种做法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边看到，从这边来这边你看不到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用这个方式OK， 你可以用这一个方式，这一些 OK， 好。